主料，鲫鱼一条，辅料油盐料酒姜生抽豆瓣醋胡椒粉葱蒜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鲫鱼杀后去内脏，鱼鳞和鳃洗干净。今天的鱼有点小，选一条稍大的来烧。提前摸点盐在鱼身时，鱼皮收缩不易煎破皮，因为鱼小就不切花刀了。葱切好油锅放鱼煎，两面都煎一下后放料酒，盖上锅盖焖一分钟去腥，再放蒜姜葱头将调料加100毫升凉开水调匀，倒入锅中烧到收汁，可将汁水浇向鱼身，使其汁鱼入味。成品烹饪技巧，最好选来一些的鲫鱼来烧，味道更好，调料可据个人喜好勾兑，因为生抽和豆瓣有味，便可不放盐巴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